江苏宜兴丁蜀镇以盛产陶瓷而闻名中外，陶文化源远流长，其制陶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目前它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和陶瓷产品销售集散地，被誉为是中国陶都。丁蜀镇先后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陶瓷艺术之乡、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陶都陶瓷城就坐落在宜兴丁蜀，是以紫砂陶、日用陶、工艺陶、化工陶为核心，它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陶瓷商贸城。陶瓷城总建筑面积为58万平方米，其中一期规划用地258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建成后的中国陶都陶瓷城将与中国紫砂博物馆、古龙窑遗址公园形成陶都古镇的三大特色文化旅游景点。第一呢，就是结合我们丁蜀地区这个陶瓷产业啊这一块作为基础，来规划好我们现代化的市场。第二呢，通过厂办市场来带动我们丁蜀镇的城市建设这一块。第三呢，结合我们宜兴的阳谐景区，把我们陶都的文化和阳谐景区结合起来，作为是开发旅游啊这一块。所以呢，这个按照这个三大要素啊，就是说进行了规划、建设各种条件。中国陶都陶瓷城以宜兴历史悠久、名扬中外的紫砂文化为特色，集购物、会展、旅游、休闲、餐饮和网上交易于一体，打造以陶瓷商品的展示交易为主，以文化旅游、休闲消费为辅的集约化多功能的大型现代特色旅游商贸区。整个建筑设计新颖，品味高雅，极具现代气息，尤其是长1000多米、具有明清建筑风格的商业步行街，它依托人树河两岸而建，小桥流水、青砖碧瓦、店铺整合，宛如一幅思古幽情的水乡风景，使陶都的山山水水也将成为陶都文化的新景观。正在建设中的大型会展中心布局科学合理，设施功能配套齐全，显得更为大气。市场建成以后，围绕我们这个市场建设，围绕着我们这个宜兴地区，特别是丁蜀地区的陶瓷产业啊这一块呢，集中性的招商，把一些小型分散的市场进行是整治以后，纳入了我们政府市场范围，要打造中国陶都陶瓷城，其主要目的就是立足于我们现有的产业基础，要充分把我们全国10多个产区各种陶艺、陶文化啊这些这个陶的一些我们日用的啊这些陶瓷啊，整合到我们这个市场，我们充分发挥我们长三角地区啊经济比较发达啊交通比较便利，所以这个需求量比较大，所以说呢，就是说依托我们这个产业呢，我们在这个政府决策过程中间呢，完全相信啊能够把这个市场打通通。
国陶都陶瓷城在规划设计理念上充分发挥了产业、区域和旅游的三大优势，全面整合三大资源，将丁蜀镇区范围内的多个简陋分散凌乱的小市场以及沿界街路的分散经营户全面整合进入陶瓷城，既便于管理，提升城市形象，又可以形成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提高市场辐射力和知名度，全面整合外地资源，把全国13个陶瓷产区的特色产品、名品和精品召集到陶瓷城会展厅，全面整合人才资源，把全国的省级、国家级大师逐步引向市场，发挥出市场集聚作用，研究并制定吸引各类人才的优惠政策和措施，为打造品牌市场和名牌市场、特色市场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陶都陶瓷城的开拓者石伯松说，陶瓷城要本着一切为业主着想、一切为用户着想的原则，不惜代价、增加成本、高要求、高质量，为经营业主营造一个良好的经营、发展和生活的好环境。我始终是一条呢，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我一直是也就是发展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来治理形成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啊，就是说吸引人家来进入这个环境，要是他能够发财我们才能发财，他发大财我们大财，他发小财我们小发财，他进来了以后不会发财我们就不能发展，这个重要的还是要为他服务，哎，他们进来了以后就是我们整个一个变成了一个团体，然后我们寻找这个环境把它我们引导继续发展这条路线，就是这产业化啊、工贸贸工联动这一块啊，促进共享的发展，发挥我们宜兴啊在第三产业或者流通行业上。中国陶都陶瓷城的建成不仅体现出荣达集团的企业实力、团队精神，也让更多的人从中领略到这个荣达集团开拓者的人格魅力。中国陶都陶瓷城是大地上冉冉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星星，它是文化的宫殿、艺术的海洋，是守望者的高地、探索者的家园，是一座海纳百川的博物馆，一幅江南水乡的风情画，更是一方活力四射的投资热土。